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胡子老弟啊。今天呢是 Rose 节呢，然后白天呢放了个假，然后晚上大家来上着班。那今天晚上呢，咱们就做点好吃的啊。先做一份带鱼，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叫什么牛肚子，然后再来一份这个红烧冻豆腐啊。当然还有椒麻鸡和牛骨头啊，这些都是整齐。刚才楼上的昆仑大盘老板啊，贾老板送的这个鸡汤，哦哟，闻上，食欲满满，牛肚子来了，菜都上齐了，大家过来再吃饭呢啊。烤肉师傅今天有鼓励，所以呢，他不来吃饭。盛点这个鸡汤喝一下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！欢迎大家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拜拜。